哎，健保，你帮我问问看他们家有没有卖百合。小姐，你请问有百合吗？我们这边大部分是玫瑰。哦，都玫瑰。哎，好啦，这边的话都还好。那我们去上一间嘛。你就说。好了，我再帮你按摩了。谢谢。拜拜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猴急嘛。容易被诱惑的男人终究只能当一条狗，一种没有人格的生物，看到谁手里拿着诱饵就会对他摇尾巴，往往最后都没好下场。海默症的渣男，而我却心疼你，心疼你的金鱼脑袋中爱融邦危机可能被你 WebTV